520题，这个函数哦，遵守这样的规律啊。那他问 f4 加 f5， 首先我们看哦 ，f4 是在哪个区域？是在这个区域里面，所以要带这个函数，所以是4的平方减掉绝对值4，绝对值4啊，所以16减4。等于12。那负五呢 ？F 哈，负五，负五也是在里面的，所以是带这个，所以负五的平方减掉负五，25减5是20的，所以就得到这个是等于12加上20，所以是32。